太好了，你们竟然同时激活了自己的神兽金钩！小心！看我的，重力领域，通过金刚螺伞制造反向重力，将危险拒之门外，乘风好样的，万音琵琶。 氧气不足。 开窍之后的混沌非常危险，当初我们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象神兽之力，布下伏魔阵，才将它封印到了天外。四象伏魔阵，我们快去救林聪吧！慢着，事情变复杂了。你们俩替混沌打开了听觉和视觉。 混沌也无法呼吸，混沌和你一样，混沌眼前是黑暗，耳边是怒涛，口中是咸苦，鼻息被堵塞。既能同感，就去共情吧。共情？作恶多端的恶兽，也有情吗？
的。李总，不好！混沌的本意，他开了七窍，却只感受到了痛苦。我想让他看看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。林聪，那就把我们的感受传递给他吧。我一定会让他爱上这个世界。嗯，那就拜托大家了。嗯，混沌，一起感受世界吧。侦察机传回的画面，六号机甲的痕迹在这附近就消失了。离开研究所，他们的维生装备维持不了多久，继续搜寻，务必尽快找到王平他们。是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朵夜桂花。真的假的？我们要蟾宫折桂了吗？嫦娥在不在？有没有兔子啊？
月球低重力、强辐射、高温差的环境是长不了月桂花的，放弃你的幼稚幻想吧。这个光点估计是猎天号的镜头脏了。不可大意，跟过去看看。前面有光，过去看看。什么情况？哇！我的个乖乖！月球上真的有光！人类对月球百年的科学认知要改写了。我就说嘛，神话都是真的。让我下去，我要采集样本。不急，环境不明，我们继续搜寻王敏要紧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左边的隧道看看。怎么还是这里？我们下去看看吧。月球这点重力，我就直线跳级了。陈峰，你没事吧？神奇，这里的重力好像跟地球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花？是不是你摔的屁股开的花呀？去去去，这是宝贵的科学标本。我裂开了！陈峰，不好了，救我！救我！不仅重力，就连空气也跟地球一样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还好这回不科学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好可爱的兔子！这是传说中的天狗！不好！月球吗？花、空气、兔子、天狗，别愣着了！那边，你没事吧？
娟娟没事，哥哥当心那天狗可坏可坏了，最近不知怎么变得更吓人了，恐怕是黑金啊。东西，我娘亲是灵兔族里最厉害的兔子。灵兔族？兔啊？这耳朵是真的？你是月球生物？哈哈，又是两个没见识的地球人。娟娟要回家了，不然娘亲该骂我了。这里危险，我们带你去吧。你知道路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我们灵兔族的兔子都知道，在迷谷里迷路，只要摘一朵迷谷树的花，就能找到方向了。哇，好美的花呀！黑哥，我有点爱上美丽的月球了。美什么美？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，好端端的。胡老头说什么黑星要撞地球，千辛万苦逃到月球，黑星却偏偏撞上月球，把我们扔到沟里，还在这破沟里迷了路。怎么天底下倒霉的事儿都被我们遇上了呢？小鸡皮，你看这花像不像小绣球？老白，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老黑呀，你看这风景多美呀，就当旅游呗。美美美，谁能告诉我们往哪走吗？叽叽叽叽，迷谷树的花，这真是胡博士常说的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就在问题旁边呢。走，摘迷谷花去。嗯啊！还有完没完？召唤神兽金刚。金刚战斗！